得唔得？誒，再嚟一球，壓。OK， 再嚟跑嚟呢邊波，波係啦，壓，明白波，係啦，壓，明唔明？得唔得？壓，射落去，試下嚟 ，Go。好，大家好，又是我 coach 灰啦。今日咧，我哋直接就讲 1.5 motion 嘅下半场下一集。我哋先讲嗱，啱啱我哋讲咗 1.5 motion 同 1 motion 嘅比较，系咪？ 1.5 咧，其实咧比较好嘅系咩咧？佢会比较对急停跳投喺两分区域咧比较有利。如果我哋打街场啊，你其实你喺一个街场环境，即系 exactly 今日呢个环境啊，你会好大风。場地有高低差，你好難用三分咧，即係你會有三分不準的時候，咁我哋就可以用兩分去跳投去射波。我哋今日 1.5 motion 就係講兩分跳投。首先又是我哋主角豪哥啦，今日 OK 嗱，你平時你如果我俾波你接波跳投，你會點做？好 good， 再嚟一球啊，波你會點做啊？做咗啲乜嘢？係跟住。跳，然後射，咁冇乜憑感覺嘅啫，係咪？啱啱好，試下咧，你嗱啱啱講過，手喺左邊，係啊，手喺左邊，你咧落地嘅時候咧，嗱你可以雙腳嘅，明唔明？但係你左右腳並唔係話咁靚啊，個平衡力明顯左腳大力過右腳，所以你啱啱係咁偏向左邊。係啊，呢只腳大力咗。你試下咁樣，就係當你波俾我嘅時候，壓一二落得唔得？嗱，睇多次喎，手喺左邊，係啦，波壓射出去。明明睇唔到我成個人好直啊！喺咩度啊？你試下波，兩隻腳。呢個兩隻腳嚟嘅，再嚟，你記住壓落去，睇多次，係壓落去，聽唔聽到？壓咗落去，呢個就係核心。唔好中前，再睇一次。你想穩定嘅話咧，記住壓，唔好呢下騰咗空 ，two motion。OK， 記住壓，升緊嘅時候就向上射噶啦，已經。再嚟波，壓，係靚嘅呢球。我嚟執，阿 CM 你輪住射，你兩個嚟試下壓落去，左手 ready， 再嚟個波，係啦，手擺左邊，同左腳成一直線，左腳指住個框噶啦，只腳 ready， 唔好企定，因為你係針輸嚟噶嘛，係咪？壓，係 good。好，再嚟。CM 試下排隊嚟，波壓落去，壓落去。喂，記住個手腕係向下嘅。手腕向下嘅，波跳俾力跳出嚟。手腕向下嘅，
係啦，唔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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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冇跳啊，俾力跳。唔得，呢個都唔係跳。壓落去，壓落去，再嚟，壓落去。係啦，好停，虛啊呢啲步，冇力啊。記住，所有步伐係 for 你乜嘢 ？for 你跳 ，for 你用力。所有步伐係為咗令你更容易用力，為咗令你更快捷。更快用力，更簡單。只要你 cut 走曬多餘嘅部分，你個人速度就唔會慢。我哋呢啲老鬼，我啲老鬼，我你覺得我快係因為我基本上好少多餘動作，明白？而且第二樣嘢就係我好容易令到自己發到力，明白？記住，我哋嗰個動作係咁嘅，壓，你係要用核心令自己用力嘅。記住核心，咩叫核心跳呢？就是核心落，啱啱咪講過，落完佢會放鬆嘅時候，你會彈翻上去，因為你肌肉有彈性，會令你回彈。回彈嗰下再用力向上跳，明唔明？我唔會跳得高噶，成神都跳好矮噶，我呢啲。當你俾個波衝到埋你嘅時候，核心射波。好輕鬆嘅，無論幾快都好，壓好輕鬆跳嘅。明唔明白？向下壓，明唔明啊？呢個一點冇錯，永遠個波喺左邊嘅，明白？壓。先記住，我哋接波嘅時候，掌心可以向下，你會比較容易攞耳攞啲嘅壓，明唔明白？得唔得？再嚟一球壓 ，OK， 再嚟跑嚟呢邊波係啦，壓，明白？波係啦，壓，明唔明？得唔得？壓射落去，試下嚟 ，Go， 我哋射一二，跟下一個波。不是跳下去，不是雙腳，是壓下去。再來那邊波射完了，接著走過去，走過去先波出波，是啦， good， 輪住，接著到你啊，先波壓，不是雙腳跳，所以你浮了，因為你剛剛雙腳，你不要行壓，壓下去，是啦，要壓下去，壓停自己壓好，到你高壓好啲，但系个上半身中咗落去，记住呢下压落去，人直嘅 ，go， good shot， 高，波压落去，啊冇压到 ，Sam 你挂住跑啫，压落去。Good，OK，好啦，呢个第一 part，OK，你唔系完全 one motion 啊嘛，而家你有 two motion 啊嘛，所以你个中距离个控制能力会强翻好多，觉唔觉先？觉唔觉？好啦，跟住然后我哋试下带波，带波，系啊，试下做一样嘢，两个阵间带波射波 ，fake，OK，压一二，压停射波，做翻上次我哋 two motion。記唔記得 two motion 嗰個步伐？記唔記得？如果我哋平時就係我哋一接 fake 推壓，你可以隨時射到個波，明唔明？當你 mark 我嘅時候，尤其你緊盯我啊 CM 係啦，係咪？我哋唔可以一下就去射咗個波嘅，我哋唔可以一下射個波，所以我哋係接 fake 過，唔使避我，唔好避我。
唔好避我，唔系你咪 show， 你咪照 mark 我咯。唔系你照撞，再嚟，嚟一球，唔好避我，再嚟。记住，如果你平时系斗波嘅时候，系咪？我哋接望得唔得？你可以有可以打翻一啲两分嘅动作啦，波。然后当你甩开队友的时候，假设迟啲我哋都教咧，点样甩开？点样甩开呢个 mark 你嘅人？一对一都可以逼得开你嘅。我下次迟啲教好唔好？呢个系咪想学多啲啊？我哋而家试下做一个练习 ，OK？ 嗰度走埋嚟，我中间俾波你，走埋嚟跳嘅时候往左跳 ，fake 往右拍，往右拍推压系嗱。阿豪呢个动作，你觉得你都系跳停嘅？你系记住我哋跳停咧，系你已经发咗你嗰度力，你嗰个弹弓又系我弹。落地，你的力量減低了很多嘅。我哋不是跳下去，我哋是壓下去，調翻轉我撳條彈弓下去。你對腳是彈弓嚟嘅，你可以短跳嚟呢度，或者壓嚟呢度彈起。你諗下邊個力量爭得遠？明唔明白？波係啊，嚟多次，準備波跳咗 ，fake 係啊，推係啊，係啊，呢個亦都係大部分人。错的位置明白你学多少步法你发不到力你都是多余的步法是帮你做什么发力你已经令自己无力明白吗学会怎样用发力先学会第一样东西发力你先发觉步法是帮到你的再来 go 波跳埋你Fake swing， 压落去都系冇压。先波，跳走埋嚟，系啦，跳环 fake， 压唔停，再嚟个波。大家可以练呢个跳环 ，fake。哎，呢下好啲，但系你发唔发觉自己停低咗啊？停！你啱啱嗰下咧，明显就系乜嘢咧？佢呢度咧就系你虚咗啊！咩叫虚咗咧？嗱，如果你呢度压系直嘅话咧，你压你会弹翻上嚟，松咗。
你一鬆咗冇力㗎，你試下鬆咗，你試下用住力壓落去啊，係啊，俾力彈啊，係啊，放鬆落啊，你試下由跑開始壓住。我好建議大家，你都知道自己接波嘅時候咧，用住嗰個力，明唔明白？你會容易發力好多嘅，明啊？用住嗰度力，我而家已經用住噶啦。所以我啱啱先可以突破到你啫嘛。明白，我哋用住，突然间好快，明唔明啊？你会好快就可以射到个波，清唔清楚？用住呢度力，呢、这个就系所谓嘅核心力。我上次讲过噶啦，你用核心摆拳头，你系打交嘅，明白？你摆只脚咪甩开人咯，你摆上去跳佢跳得高嘅，再嚟波，波核心甩咗手啫，但系力量系几靓嘅，再嚟高。波接近走步，接近走步，系啊，即系其实咧，真心讲一句冇走步嘅。虽然我成日都睇视频，好多人话我走步，你要记住喺慢镜入边，你会见到我啊走步，但系你在快镜入边咧，即系冇球证对眼有慢镜噶嘛。第二，对唔住，我冇呢个能力打到一个比赛可以睇慢镜吹波，我就打唔到。记住，当你启动嘅时候咧，你只要唔好明显咧，呢只脚离地，个波都未落地，即系咁就走步，咁就走步，明白？但系当你一喐嘅时候咧，咁样咧好难催你走步，明唔明？因为大家见到嗰个就系你只脚前脚同个波一齐落地咧，已经避免大部分嘅催走步噶啦。再嚟啊！所以记住一样嘢，手要快，明白？我哋接喐，明唔明？入啊！落炒 ，go 压压住，嗱跳咗停，你啱啱咪跳咗一下咯。你嗰下跳系跳埋去，记住推掉出去，记住我哋压住，明唔明白？再睇一次，明唔明白？唔好跳埋去，令你失咗平衡，你都冇力嘅。OK， 再嚟 go， 唔好跳歪自己嘅重心，压住。都 OK 嘅，用到力，但系迟钝啊嘛，系咪？你就明啦。之后嘅步伐就系帮你发呢度力，更快一步一，你系快一步一。我俾你嘅动作就系快一步，睇唔睇到？所以但系你明明你见到你自己弹高咗嘅，再嚟高波压，好停。CM 嘅问题系咩咧？佢拍波嗰下冇用核心，所以个拍波虚咗，佢波唔到你。记住。接核心拍，明唔明白？嗰、那個力量好大。明唔明白？嗰、那個力量好大噶，其實你一彈，你彈到好高下嘅。即係明咗啊！即係我後生都係跳咁高度嘅啫嘛。